海關巡查全港20000多間藥房，發現4款外科口罩含菌量超標，拘捕4人。售賣有問題口罩嘅4間藥房，分別位於灣仔同銅鑼灣。海關下晝帶走4個藥房嘅負責人，檢走一批口罩。呢批口罩都係50片盒裝，每盒賣200至499元不等，盒上面都有污跡。其中2款聲稱喺尼泊爾同土耳其生產，另外2款並冇標示產地，相信係嚟自東南亞。海關早前巡查全港20000多間藥房，試買咗90款外科口罩，化驗所報告顯示，其中4款含菌量超標0.4至11.5倍，涉嫌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。使用之後可能會引起皮膚不適，抵抗力弱嘅長者可能會增加氣管受感染嘅風險。呼籲市民馬上停用，海關會繼續追查來源。